来看到中天电视的正义发声再取得了胜利，中天电视面对 NCC 的滥罚呢，今天是再拿下一胜，累计了19胜。来看到这个判决处，就是红框圈起来的这个地方，在2019年播出了卡救命前仰文灭韩等等的内容，当时候呢被说 NCC 以节目任来宾谩骂行政机关首长，未经查证误导民众等等的理由，三个节目是被裁罚了60万、60万、40万。先前他被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说 NCC 是认定违反事实查证原则，裁罚适用法律有误，结果 NCC 不服提出了上诉，结果今天最高行政法院认为说北高行政事这个用法的确是有错误的，所以再度的驳回确定。